吃屎期拍个片，很痛是不是？欸，他怎么走那么快啊？各位削他一下，他是有喝绿水。对，等法师，等法师。小怪先帮我清一下，小怪帮我清，靠呗。我先拖啦，我先拖。他好像不会放什么远距离魔法。你们先帮我清一下小怪。哦哦哦！帅到一个不行，干！整个画面会震动哎。帮我清小怪，帮我清小怪。哎，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痛。小怪，帮我打一下，帮我打一下。欸，这太多小怪真的不行，先绕一下，先绕一下。你们先打小怪，先清一下，太多怪了。我觉得我拖怪应该是不会死的，还好他打我会 miss。哇，这怪怎么那么多啊？是怎样？我先拉怪。不要打死棋，不要打死棋，先把小怪清完。他现在追我。OK 吗？来多一点人啊，大家一起打啊。现在不用想说什么包不包的，这个打先打死再说。OK 啊。哦，超痛，真的痛。死棋本人啊，本人啊，他招这个死巴托会痛吗？感觉好像不是。哎，干，你老师还冲晕哦。喝不回来哎。可以可以，有法师，我觉得两法的话更稳，一个法师有点太辛苦了。法师真的好辛苦。你说卡点，我看一下，这边是不是？那边是要怎么卡？是要怎么卡？你们应该是这样子啊，应该是要让死棋一个人在门口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先拖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全部人都进来，全部人先进来，对对对，啊，我把他先拖出去，然后你们先不要动，对，先不要动。好，这样子，不对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我觉得可以啊。
感觉要喝骨白会比较好，太痛了。哎，法师快没魔了，法师快没魔了。我尽量啊，我尽量。看他好痛哦，超痛的，比衣服痛很多啊。我跟你讲，他应该快死了，他在讲话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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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讲话了。靠北下面怎么那么多怪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妖精有三重的话，直接，然后下面小怪，到十八多。哎、欸，他一直讲话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还不死？是啊，所以，哦，六六六六六，哦，超刺激，超刺激，哦，这是什么房啊？白房哦，哦。包龙心真的辛苦了，干好痛哦！红房啊，红房啊！海鹰村庄有变形怪首领 BOSS， 好啦，这个应该是我们伺服器第一只死期啊。